恰克与飞鸟的主唱阿斯卡飞鸟良今年出售要来台参加除夕特别节目的演出，回味十年再次举办个人演唱会，一连演唱多首歌曲，勾起日迷们的回忆。主席的红白不能团享红白Did you see that? Did you see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We're 参加会议 Okay. Yes. Okay, okay.而让我们今天一起开心。粉丝的热情会以中文和台下互动，尽管曾经历低潮，但有爱的音乐和歌唱让阿斯卡重生再出发。完全乐蔡伟全报道。完全